参加这个长江旅游，那么大家都辛苦了哈，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也欢迎另外三位我们的团友啊，跟我们会对大家团圆了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是姓辜啦，阿科啦，啊 K O H， 但是你可以叫我阿科，好，直接叫我阿科。师傅姓马，马啊，马师傅，马师傅，回族吗？汉族。一般回族人姓马的多些，我们师傅是个汉族啊，那我叫阿曼啊，其实我是少数民族，回头再告诉大家，先给大家留个谜，猜一猜啊。我们是从乌鲁木齐呢到科勒玛依，今天在要入住在科勒玛依市。科勒玛依呢距离乌鲁木齐市区呢是350公里啊，有高速公路啊，到那边预计呢是4个小时左右呢到达。因为呢我们今天中午吃餐呢是2点钟啊，大家已经感受到新疆的时差了。因为新疆人呢早上上班的时候呢是在10点钟才上班，中午下班呢是1点半，吃饭呢2点到4点是中餐时间，所以我们现在呢就不提市区了，因为回去来回再一折腾的话，咱们特别耽误事，这样的到科勒玛依就比较晚，咱们中午也吃的比较晚了，咱们就到科勒玛依呢市区呢用晚餐，用完晚餐休息啊，因为明天的行程呢比较轻松 ，OK。啊，那我们新疆呢是个多民族的啊一个地区啊，整体民族呢有47个民族，主体民族呢有13个，主要有维吾尔族、汉族、哈萨克族、柯尔克孜族、蒙古族、锡伯族等等这些少数民族。新疆呢也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，各民族呢都非常的热情好客。新疆呢是歌舞之乡、瓜果之乡、金玉之邦。那说到歌舞之乡，新疆的歌舞呢是非常的好看的，新疆的歌呢也是非常好听的。先给大家呢带来一首甜甜的歌儿《迎宾客》，欢迎各位朋友们的到来。哦。踏进大流水情，葡萄眼里歌耳朵。踏进大流水情，葡萄眼里歌耳朵。吐鲁番的天气暖，比不上我心里热，哎，比不上我心里热，哎呀啦啦啦啦，葡萄一串和一串，甜甜的歌儿一鸣歌，欢迎远方的朋友们。坐一坐，哎，葡萄架下坐一坐。谢谢。那现在呢，大家来的季节呢非常的好，现在呢是瓜果飘香的季节啊，新疆的瓜果呢几乎都成熟了，最甜美的葡萄呢也熟了。首先一点呢，大家可能也许感觉不到了，就是到新疆来啊，新疆呢日照啊辐射好像比较厉害，是不是太阳比较的刺啊，所以说新疆呢是属于是大陆性的干旱和半干旱气候，比较干燥，站在太阳底下呢就比较啊，但是呢如果说是在阴凉处，在树底下呢就比较凉快啊，比较凉快，属于是干热的性格气候，并且呢早晚温差比较大啊，早晚温差比较大。但今天呢，乌鲁木齐的温度呢是17度到25度。是回家的那边，我老了，不，你看它还冒烟，还冒的好像温泉一样。我倒是想，不，在我们新疆很多少数民族，这个阿曼都有意思的，所以也分不清楚是哪个民族。你们觉得应该是维吾尔族，实际上，哈萨克族阿曼也是平安的意思。嗯，哈萨克也是穆斯林。
啊，新疆的这十三个主体民族呢，大多数信仰的都是伊斯兰教。挣钱不是你本身是干面的，对对，不是。是我们家是那个不吃猪肉的，啊，不是不吃猪肉的，但其他没有。不用汤吗？哦，汤啊。这个经由沙坪九啊去参观，靠近科勒玛依市区呢十几公里的路程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科勒玛依因黑油沙而得名，看这个天然冒着地金矿的地方啊，了解一下科勒玛依的石油文化。九龙盘呢就是引河基克工程，从额尔金斯河引过来一条500多公里的河道，引到科勒玛依，使这个城市呢能够生存下去啊，感受一下这两种文化啊。那今天那个河马也是弄得大家有点。一路上很多油田，主体的喝醋习惯是一样的。比如说呢，就是他们觉得驴特别的辛苦，是他们的朋友养的，他的伙伴养的，所以他们是不吃驴肉的。一样的，两边都一样，两边都有很多抽油机来的。哎，对，都是抽油机。能不能抽油机来的，两边都一样。这就是百里油田风光，上千的抽油机在这里。然后输油管道，那个输油管道也有保温措施的，啊，不是说这么突出的。这种风蚀形成的地貌就被定名为雅丹地貌。魔鬼城，它并非是城，也非魔鬼所为，而是千百万年来为风力所塑造。地处风口，魔鬼城四季狂风不断，一年里刮风的天气可达300余次，最大的风力可达10到12级。千百万年来，由于风雨相逐，地面形成深浅不一的沟壑，千姿百态，令人浮想联翩。如箭的气流在怪石间穿梭回旋，发出尖利的声音，就像地狱中魔鬼的怒吼。所以，当地的蒙古族百姓叫它苏鲁哈克，哈萨克族百姓叫它山坦克尔西。其意皆为魔鬼出没的地方，魔鬼城便因此而得名。
明天不住在这里，明天是住在那个康纳斯景区里面，所以说呢吃饭的时候我给大家通知明天早上的时间啊，大家先拿上那个，现在拿上那个房卡啊，就先住酒店预留办下来用。